超大文贝。欠点火候，不过是真大呀，我的妈呀，真鲜。原汁原味的是最香的，还是香的。我认为是贝里面很好吃的一种，来个走，来个走，哎呦我去，看那个大肘子，兄弟们，拐骨啊，拐骨，哎呦我去，来大哥给一个，有点烫啊，这老香了，哎呀，来，哎呦，给，哎好，来整一个，好嘞，哎呦我去，这小拐骨，看看，哎呀妈，在那必须得在那肉，在这我跟你说吧，哎呀，哇。
嗯，入口就化。我去，香不香？香。妈，太香了。嗯，抓给我一个，嗯嗯，再给我一个。妈，你吃这么快，我都吃一个。你给我一个。哎呀，我这，不行，我得给你分开。这分开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得给你分开，不然就剩下来了。真好吃。嗯。能少了，家人们，这个能少了，真的，这玩意儿老香了。哎，下次多炖几个。嗯，哦，太香了。没吃够，老铁，香不香？太香了，啊，那真香，嗯。好，哇，太热了。太热了，烫嘴啊！这底有点糊了。下面都糊了。
羊肠面，满满的油啊，有个叫黑蛋儿，还不知道啥。排骨家人们，上山大排骨，露香点，重新开头行吗？不行，就这样吃就行了。态度有点不太好，态度挺好的，一天天排骨家人们，哎呀，吃香点，不想开工。不要这个，不要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排骨不要太大口，你看你又大口了，这个排骨太柴了，要小点口，吃的香一点，知道吗？大口的话你噎得慌，这玩意是有技巧的。哎，小点口，对，吸溜吸溜的，来，我给你抹点油，你把嘴上弄的油烘的。那才香呢，这油有点小了，再来点，来，
你别管那个埋汰不埋汰。来，小口吸来，哎，要把那个声音给出来。嗯，你看，哎呀，你都出不来这个音儿啊！妈，我的嘴赶紧好吧，好了我就吃了，不让你吃了。你出来那音儿你是装的。我装什么装？你们都是装的。我是真香。你们是特意的。这排骨本来就柴。我去，这排骨真香啊！好，捞起来。哎呦我去，那口太大了，那口真大。来，注意表情，笑一下，别吃了一个眼大一个眼小似的。妈，一个眼珠子肿，一个眼珠子挖了。哎呀，好，来点蒜，啊，来点蒜。哎呀妈，口太大了，我跟你说口大了不行。哎呀，这小蒜是灵魂呐，姐妹。哎呀，好。这一口是最关键的，我看你怎么吃。啊，行，还行，还可以。哎，再来一个，你这个吃一半，给他们留点，行吧？你来提高点给老铁看看。嗯，好，再高点，提溜起来，看不见吗？这是上山大排骨。哎呀，我去，你看你都没拿好吧？你看你身上，哎呀，我这个娘嘞！哎呀，哎呀妈！哎呀，我去，行了。就吃这一半，剩留给他们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还可以再吃。哎呀呀，你看你嘴都噎不下了，你这个太柴了。家人们，大嘴姐吃的香不香？家人们，香的话你打个香。嗯，行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还可以再吃。行了。点一头。这个刺太锋利了，不敢抿呢。太香了。